借人间事，人间的人与事，来修炼自己的心，真不简单哦。都没有笑容，一天就绷着脸，都是怨恨抱怨的。我们第一次去到顾海祥，家，他孤身一人，还双腿走不了道，拄着拐杖，完事满心的一气，就很多的抱怨。实际人呐，就是承担起了这样的个案呢，开始动作。那上阳台上吧。你抖一抖来。在阳台上。这个案子，顾先生开头的态度非常的恶劣。完才去的过程中，他很有意思了哈，刚好这块擦一擦，那块用抹布，哎，这块地方用拖布。孔凡成师兄到我家来给我打扫卫生，首先第一个事儿，他就上我家卫生间给我刷马桶，哎呀，擦的可亮了，都能照人。不管在磨地板呐、他还会使唤他说：“孔师兄啊，你没有擦干净啊，在门板里啊，他说背后还很脏，有灰尘啊，这样使唤来使唤去，帮他洗厕所。”他还说：“你怎么搞的？那弄得还有味道。”过程是这样的，很折腾人哦。第二次，反正就给我擦地板，完我还指手画脚，我说：“孔师兄，那个门后人还有点灰。”完事孔师兄：“好，知道了。”完事那个就给我擦可亮了，那叫我十分的感动。我说：“这怎么？这人这么好呢？”完我那前可悲观，对人呢没有这么些好感。哎呦，我头一次遇见这么好的人呢。其实当时那个心里也是，哎呦，这个咱俩给他干活，他还给我们支持我们哈，也有个心理起伏。但是我们又想到了，那是那个我们来做慈济就得要这样低下身来啊，就把这个心情放下，慢慢的就给他一直把卫生搞完。他都很耐心的低心下去，总是呢好好好，知道啦，只是这样的回应。慈济人呐、修的呢是忍辱行，不失持戒，不管他的态度怎么样，他都是可以坚持的那一分的菩萨心。他们会想到啦，这是念心啊，不要起心动念，既要帮助他呢，所以呢要持这一念心爱的能量去做付出，实在是很不简单呐、他不行，没事，来吧，这样啊，对，行了啊，对，挂了，对，没事，哎，没有，别害怕，这几年了，第一次下手，两年，哎，你抱紧我就行了，对。从凡成师兄背着我，师兄，你不要怕，你搂着我脖子，我摔了也不能让你摔了。去到了我们饭店哈，请他吃顿饭，吃饭的过程中呢，他才知道我是这个家的老板。我一瞅这三层楼啊，这么大的饭店，孔师兄这对我特别关怀，特别感动，哎呀，我眼泪都止不住都流下来了。我还以为慈济职工有工资呢，其实没有工资，他们是付出无所求，
对我特别好，让他感受到其实他不是最苦的，还有更多苦难的人需要他去帮助。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，他也发心，那个发心日行一善，每天存小竹筒，每天存小竹筒发心去祝福别人。这种起落人生，他自己曾经风光过啊，不检点自己呢，这个这样的非好无度，一旦呢无常发生，呼天唤地无助，还不都是需要菩萨呢？我也是社区职工的，我真的没想到我也成为社区职工。换他也来帮助别人，打开心灵的富有，换他呢可以去辅导别人，忏悔啊，把自己呢过去错误人生现身说法，也会让年轻人呐、看见呐、活生生的教义呢，在这个人的身上有菩萨现前，来帮助他解除他的苦难，同时呢，渡他入菩萨门。